你瞅我活那么多自如，真够棒的。还说我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嗯。刚帅哥说我炸，让我把你们吓着。我抻住你。你看我这恢复多好。嗯。哎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那个什么啊，洁厕灵啊，就是之前我们家用的那款洁厕灵，就是买过那叫啥某这个某那，反正都大牌的啊。最后。某猛。对。什么某某大姐都甭说了，大姐就说不好用。嗯，然后后来那叫啥牌的在那屋呢啊，咱们不方便露人牌子，大姐说对对对，那某某那好用啊。嗯，对对。那一瓶我在我们这个金客隆超市，还有我们金美大世界都有，是32块多钱一瓶。啊、对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说实话挺贵的哈、啊。太贵了。一个刷厕所，而且厕所天天刷，是吧，大姐？对对。没几天，大姐那时候的没几天就刷。没了，没接特灵了啊！没接了，嘿，我就使劲撒嘛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咋这么贵？也不搞点活动啥的，那也得买呀。后来突然间就发现这款啊，嗯，洁厕灵，我跟你说特别好用啊！大姐说以后就买这个就行了啊。这是一套三瓶的，30多块钱，然后就给你们演示演示它好不好用，咱们做一实验啊，是吧？来，走，走着。给大伙儿做一实验啊，看见了吗？记号笔啊，全程无剪辑啊，无裁切，不用刷，大姐。对对，就静止在1分钟以上啊，就1分钟就行，看见了吗？就你不管是尿渍啊，是吧？那种长时间的那种是吧？各种字迹啊，污渍啊，一分钟。对，再一个它不用刷，哎，一冲就完事儿。嘿，那可厉害了啊！咱等会儿啊。等一会儿，这苹果好。帅哥，哎，你快来吧。怎么了？还跟这傻等着记号笔，等着那个，你快来吧。这真不是我们擦的呀，真是等待的1分多钟啊。真没擦，谁擦谁是小狗子。谁要擦谁是狗。大姐，你没擦吧？我没。但是反正谁擦谁是狗啊。看见了吗？之前大姐划了5、6道的呀，就是一个都没，再冲一下。你看啊，就是大姐说就这个。你把它涂上，就是或者你有脏，对，你就看了吗？就你就把这个转圈你给它弄上，你就不用管它。你那脏要特别严重，你就让它多待一会儿，你就该干嘛干嘛去。回来不用刷，一冲就 OK 啊。免刷洗的洁厕灵是吗？你们能看出我们家这马桶是用了就是八年的了啊？干净吗？不是说那样，是吧？干不干净啊？就属于一点那个尿渍啊，什么那种污渍，什么都没有，看见了吗？真的是增光玩亮啊！大姐没刷呀啊，就是往上一涂，完了，一喷啊，涂完那个彩色笔，然后喷了那一遍，这是1分多钟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大姐说啊，省得您弯腰，岁数大的，看见了吗？都没有啊，大姐待会儿跟我说，没了，神不神奇？没了。他这个你知道吗？是有专利的，是吗？免刷洗第一名，看见了吗？哎，清洁效果太棒了。真的特别好，关键是物美价廉啊！我认为就是这个东西，嗯，就没有必要太贵，而且哎，它这味道还不刺鼻，非常好闻啊，强烈推荐。哎。